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它更换进化里面进化材料啊，先把连接进化柱的管道先拆掉。把两个挡板阀也拆掉。连接的气管拔一下，还有气。还有两根是加热管上的两根接线导线，也可以要拆掉啊。拆掉以后就直接把净化柱下面的四个固定螺丝拆掉。然后就可以把净化柱拆下来了。找个抽整箱，把里面的材料倒出来。换好材料以后，再把净化柱装上去。
先固定底板螺丝。固定好底板螺丝，要把管道连接起来。装好以后，安装好，安装钢板阀。就卡固要卡紧，以防漏气。装上这边的挡板阀，连接好管道。安装的过程中啊，这个炉柱和这个卡固都要卡紧的，不然要漏气的。安装好管道后，再检查一下，一个是电磁挡板阀上的，这电磁阀上的有两根气管接一下，然后还有电磁阀上的线连接一下，还有两根高温线，就是加热管上的高温线接一下，这样更换材料就完成了。